Hello， 大家好，奇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咱们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年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恐怖的这个巨神猫可不可以用这样队伍打赢哦？目前来说，我先试试看大仙女莉莉，因为我忘记她是不是可以那个裂坡反制了。然后我直接把就是那个钱包连主换掉，我直接换了几只更重要的上去，然后开我们最佳生力军哦 ，Max 哦，有他们在，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哦。然后前面的话，我们先努力先那个先存点那个骇客猫，先让这些角色不要太早的这个过去，比较麻烦，大概就是那个，大概就是那个什么啊，那个腊肠狗狗了哦。好，交给你们了，交给你们了。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刚刚没有一直出盾牌，现在好像就要完蛋了。先把那个骇客猫累积多一点哦，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，因为你现在出了别只啊。那个一过去就直接把他们这一群都打死了，那就要马上碰到那个恐怖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浑身一级铁拳，真的是很夸张浑身一级铁拳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疯狂一直把我们这边这个大狂强猫一直往前哦，然后因为我们还有带狙击镜啊，让他守在这边，因为我记得是碰塔之后他才会出现哦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这样继续存，然后累积这么两三架的这个骇客猫再往前进，应该会更稳一点点啦，好不好？我自己觉得啦，累积个两三架的这个骇客猫，应该就会强无敌，好不好？强无敌。这次我们还有带这个 Max 这些人，应该是不太会太恐怖。不过就是最怕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些直接把这个腊肠犬人给打死，把他给打死，那我们可能就要没了。OK， 可以可以。这个战术是这个赞助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这战术是 OK 的。那结果待会就是他直接每一下都是浑身一级哦，那我完蛋，那我头爆开，直接拜拜哦，太恐怖，每一下都啪啪啪啪，那我的世界就要没了。不过现在比刚刚那就是比我们五点半的时候好一点的是，我们现在这骇客猫还没被碰到哦。还没被碰到的话，基本上就有一次这个死前存活的这个空间，然后我们第二只也要来了哦，就交给这个第二只来定夺。我觉得就是一直卡在这边，然后用我们就是那个狙击技能，有没有？一直把它往后退、往后送或干嘛的？你看有没有？就稍微比较舒服一点点的。然后如果这边因为好险，刚刚我还那个啊，他那个他是什么？康康五猫有被打死，不然我们大概应该已经去碰他了。然后这关看起来就是那个你没碰塔哦，庐山真龙霸啊就不会出来哦，就没什么事情。然后现在只会出一只这个羊咩咩这样子，就出个差不多两三只的，完了。哦，那要准备了，各位，那要准备了。好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哼，哦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那我这边应该是先这样子吧。来啦，各位，发起战争的号角！我好想要再调个慢速哦，但应该是没办法。来啦，来啦！咦吼！咦！哎，完了，他有反击，他有反制裂坡，他有，我看到了，那完了。哇！那我只能希望。我们撑得住，好像不是他他是不是那个也是几率性的啊？啊！但你大仙女莉莉加油哦！他好像是要被裂坡弄到，就是他要被裂坡弄到，他才会有那个就是反制裂坡。所以他如果没被裂坡烧到的话，他就不会有反制裂坡，是这样的概念的。看起来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应该还行。加油！加油！现在我们只要撑住哦。然后那个谁啊，那个海豚好像已经死了两只，我记得好像死了两只，好像就不会再来了，是不是？希望喽，希望喽！这一局蛮有机会的，各位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请出了我们这个 Max 大将军了、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也可以不用再请大仙女莉莉出来了，因为他还是有点小风险的，他那个裂坡。Oh my god！ 那个来了，海豚又来了，我以为没了耶，就还有哦，这个好，哇！但是
真的缺一个那个哎、欸，真的是缺一个打那个哇，好吧，你可能还是得靠你了，姐姐，姐姐还是得靠你了，拜托了、啊，没有你我们不行，大仙女，弄死他！好、哦，没有烧到没关系，没有烧到还行。啊！啊！两只都被弄到了，完了！哇！缓一下，缓一下！哇！直接吃一个双重的！啊！没了，哭了哭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又可以再叫一只骇客猫。蛋糕好像也不够哎、欸，好，再缓一下，救命！哎呦，我觉得这次还蛮有机会的，说真的，对，这次真的是目前来说最有机会的一次，不要再浑身一击了，老哥，啊，不要再浑身一击啦，要死！哦，完了！而且你看，那个海豚一直都还没死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完了！对啊，那海豚能不能死一下、啊？我靠，完了！哭了，哭了！那感觉大仙女莉莉这边的话，应该还是要放成小物哦、喔。小物应该比较好。哎、欸，他没死哎、欸，他还没死透哎、欸。What the fuck！ 完了啊！我看一下，他应该剩下20几%了，好不好？我靠，完了！哇哩嘞，我的天，24%，对，好，大仙女莉莉这边换掉，换成小物哦。尽量那那会裂破的都直接先那个，然后这只也可以缓速，再加上它又可以破盾，然后对，然后还有击退效果啊，交给他了，拜托了，好不好？哇，暴走邪神，要这样哦，这么暴走哦，我的妈呀！我们先3000，好，继续存，觉得现在应该是可以，就是。也不要靠那个康康五猫，我们就直接用骇客猫把他们给灌死。然后这边尽可能的赶快先开个慢速，继续走起，拜托了 ，Go Go Go， 来来来，拜托拜托 ，OK。OK， 来来来来，弄掉弄掉，好，很烂，有没有用这个狙击镜努力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来来来来，继续嘛，好像也不用一开始就先出那个。康康五猫就这样一直出就可以了。哦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来，继续往前走，往前带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疯狂一直慢慢累积啦。我在想要不要也出一只小物哎、欸，小物会不会直接把它给喷死啊？我觉得应该也是蛮难的吧，我不知道。要不然也叠一只小物好了。小物也要让它刷一下 CD 这样子。他应该没有可能这么厉害吧？我觉得啦，我觉得他应该没有理由这么厉害。来，拜托了，就他直接把他给打死就好笑了。不是啊，你怎么突然一直往前啦，老哥？我的小乌猪要被打死啦！我靠，完了！看他怪怪，有他缓速缓到了，要被打到后面去了。下一只骇客要出来了，继续努力，加油！有哦有哦，
OK， 继续存，没了，好，要准备了，准备了，走起！哇，不行哎，我觉得，靠，好，那我觉得我当初不出那个，不出那个谁小物的原因，我大概知道了，那个海豚会搞啊。Oh my god！ 那个海豚会搞，对，那个海豚会搞。哦，击退了，击退干得好。对啊，那个海豚会搞啊，老哥，干嘛、啊？哦，不过这个击退好，我觉得放小物真的不错哎，但小物就会直接被那个海豚，靠，完了。小物都要被那个海豚搞啊，老哥们！那个海豚，我原本想说那个海豚可以用那个用黑姐来搞，就黑姐搞好像搞不定啊，黑姐。黑姐你怎么好像搞不定？不要再浑身一击了，拜托你！靠，哎，他真的很鸡巴哎！什么鬼？完了！而且我刚刚那个踏踏猫，感觉有点派太早了。对，有点派太早了。后盾！再一个小物。太多了，八戒，恨死他！我们每次都打浑身一击，你屁嘞！好，踏踏猫来了，破盾一下小物，好 ，nice， 有破到就好。然后海豚，海豚可不可以死一下？太夸张了哦，太过分了哦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的小物又挂了、欸，太扯了吧，老哥！要这样子玩，我们现在要先把一些钱啊，存给那个八戒他们，避免那个突然那个什么，突然他又被打飞，然后有护盾了。拜托，黑姐，我们先把那个海豚给打死。来把那个海豚给打死，那个海豚活很久了，真的没有这样子玩的。哦，来了，哦，现在赶快把钱存给踏踏猫，有了，然后海豚挂了，这样才对嘛，没有一只活着的嘛。哦，有，嗯，再补一只骇客猫在后面。My God， 需要再一只小物啊，各位 ，Very 需要再一只小物，把它打击退。哇，这几只骇客猫在那边很辛苦哎、欸。好好好，继续补，继续补，击退小物，好像已经没有海豚了。哇，快击退！老哥，老哥，快击退！他要浑身一击，靠背，真的是很扯哎、欸！一直这样子的哟，要这样子哟，靠，完了！不过我们好像就只剩下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没有再出海豚了，好像扛不住，靠屁嘞！没有一直浑身一击的吧，老哥？完了！哇靠！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把是最有机会的一把耶！你妈妈的，我的天！不要再浑身一击了，你要浑几次？